时间不要太久。是。师妹，大师兄，你不该来这儿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？你知道我一个人回宫。 大王他不会对我做什么的，顶多就是苛责禁闭我一下。你知道你回宫会冒多大的险吗？钟长史他非常狡诈奸猾，被他抓住把柄，他绝对不会放弃自己在大王面前立功的机会。我和钟长史无冤无仇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还好我回来了，嬴政。 对你岂止是一顿苛责禁闭？他居然把你关进了大牢。大王，他只是想让我反省一下而已。况且他不会让狱卒对我做什么的，能进来这里的只有华阳太后的手下而已。这后宫是多么凶险的地方，嬴政他把你丢进大牢。 就像割肉喂虎，有多少人想借此机会置你于死地？他这么做，就是想杀了你。就算他想杀了我，师兄，你也不应该用挟持我来做借口。如果他明天就要砍你的头，你让我如何去救你啊？ 无所谓。自打我进入秦宫，决定当一名侍卫的时候起，我就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。我绝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危险的秦宫。我曾对天发誓，我一定要保护你。 直到我死的那一刻，都是因为我让师兄受苦了。我受的苦和你心里的苦相比，算不了什么。我一定会来救你。 多保重，丽儿。我怕今夜再不说，就没机会说了。濮阳那一日，其实……你们聊什么呢？大王，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来人！ 把门给我锁了！原来你一直都在骗寡人。你们俩明明就是一起出宫的。韩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诱拐寡人的嫔妃！ 来人，就地处决。诺。大王不能杀他，他是我大师兄。我与韩深侍卫，在入宫前便已相识，因为我们是朝夕相处的师兄妹。我爷爷公孙羽将韩深侍卫自幼抚养长大，从小我们便一起习武、练剑，一起玩耍。 因此，这次出宫并非是我被他挟持，是我自己自愿的。我们一起去见我的义妹，她是葛聂大侠的女儿，叫葛兰。师妹，大师兄。
振作点，气冲任脉，劲上连拳，以意御剑。气冲任脉，劲上连拳，以意御剑。将军，多有得罪。师妹，爹不识，李中尉为盘查宫内，我才知道天明失踪了。你还好吧？不过一日，你憔悴了许多。到底是谁要抱走天明？快要睡觉的时候便要奶水。不然他就会大哭不止。天明他还是个婴孩，到底谁要给他下此毒手？这一日我都在，可如今大师兄。师妹。大师兄，我昨日听到你跟大王说你想要告假还乡，我心里就一直惴惴不安。你从小就没有家人，何来还乡啊？我告假是为了借此机会出宫。我打算遣人送信给田光先生。师妹，我要带你离开这里。大师兄，入宫年余，我已对外宫、内宫做了详查，每个侍卫经过的地点、时辰，我都精心的计算过了。我说过，总有一日我要带你离开寝宫。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。可是现在除了我还有天明，再加上秦宫戒备森严，万一我们有个差池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将你和天明置于险地，只是我现在还在等待一个时机能将你打入牢狱。你日日陪在他身边，我没有一刻能够安心。如今我已充分地掌握了秦宫的地形，只要嬴政不在宫内，王宫的戒备便会略微松散，那时便是带你离开的最佳时机。大师兄。师妹。昨晚的事我是无所谓，就是难为了青儿姑娘，她一个女孩子清清白白的，别对她日后有什么影响。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想，大概是我太自私了，不该留大师兄在宫中。并非你将我留下来，是我自愿留下来的。可是都是我没有好好考虑大师兄的心情，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我最重要的家人，亲情是永远无法取代和无法被割舍的。如若不是因为我，大师兄现在可能已经逍遥在江湖上，找一个投契的好姑娘娶妻生子了吧。丽儿，我只想留在你身边，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但我对大师兄是心存愧疚的。大王他心里的想法或许是对的，只是他的做法太过偏激了。他不过是想让我离开你，我是男人，我理解的。大师兄，你听我一句劝，离开秦宫这个是非之地，找一个好姑娘，好好成个家吧。丽儿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不会走的。我知道我走进不了你的心，但那也无妨，只要能看着你和天明平安，
我就心安。厉夫人人在何处？恕微臣斗胆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。厉夫人到底在哪儿？韩神，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站住！站住！你要是再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立刻要了你的命！啊，滚！我走，我走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见到长安君了吗？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见过大王了？大王到！大王为微臣做主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！韩神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把剑放下！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。护卫厉夫人，不，护卫师妹是我的职责。大王，今日起，她不再是你的女人。寡人早已猜想，你留在我大秦，终是为了你的私欲。你要这么想也罢，只要我活着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丽儿。韩神，等。你对得起丽儿吗？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她是为了你才让我去找长安君的。夫人，师妹，你怎么样了？上有必心，应该是备受折磨，劳累过度所致。韩神，放开丽夫人！够了，我不会再让丽儿待在这禽兽般的牢笼。嬴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要带她走。你不配做他的王。拦住他！谁敢动我，我就跟谁拼命！拿下！等到时空破碎，山川成灰。容颜都枯萎，让他走，大王，让他走。不断的轮回，看透喜悦伤悲，百转千回，生死永相随。走遍天地恢恢，与你自由飞。丽儿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你，绝不再让你受伤害。现在你最重要的是安心养伤。师兄，我不能再让你为我设限了，我回宫向大王谢罪就是了。别再顾及大王了。丽儿，我绝不会允许你再把命丢到那个暴君手里。嬴政要是再敢动你，我立刻杀了他。师妹，我发誓要保护你一辈子。以后你和天明就待在我身边，天涯海角，你们想去哪儿都可以。大师兄，我……你来做什么？我来见厉夫人。不行，
我不允许你再接近他。他是寡人的嫔妃，寡人想见他，不需要你允许。哼，你配吗？韩氏，我只想知道莲儿她最近好不好，没别的意图。好不好？托大王的福，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，高烧数日才退。你一说，他日后少不了在身上留下疤痕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。你说他好不好？寡人真不知道，他是为了我。寡人若是知道，绝不会。你闭嘴！知道又能如何？说到底，你就是多疑成性。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，才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他下毒手。嬴政，无论如何，我不会再让你接近他。你的存在，只会让他徒增痛苦。你走吧，以后我会一个人守护丽儿。就凭你？你要守护他？怎么？你认为我做不到？寡人早就知道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你与丽儿之间，根本不是什么兄妹情，而是男女之爱。你之所以不愿意成婚，是因为你一直都想陪在他的身边，对吧？事到如今，我也没什么好瞒你。是，我爱他。对我来说，在这个人世间，没有任何事物比他更重要。哼，是吗？那这样也挺好的。丽儿，天明，天明，天明，听话啊！不忘天色又将晚，期许了蓝色的心愿。走吧，大师兄。竹林间，落叶光丝线。听话，天明，乖。是穿不过草里土顶的晚，谁还在谁心怀？若心不安，天明要听韩叔叔的话。快走吧，天明，快走吧，快，不要，快走吧，天明。你的情，你看我不过，也是我割舍不下的一道伤。怒漫长，心追逐他到远方，可谁？